小鱼妈妈为了孩子能够吃到安心、健康又营养的食物，发挥创意，变化出一道道的料理，成为网络人气亲子料理师。在今天的小厨师厨房单元中啊，她带来了小朋友的点心 QQ 的地瓜圆，既有嚼劲儿呢，又满是地瓜香。利用饼干模型做成的综合莓果果酱三明治，真的是酸酸甜甜，好看又好吃哦。